China Wall 位于夏威夷欧胡岛檀香山的东部，紧邻著名的恐龙湾，迷失 Lost 等电影电视剧曾在此取景。这儿是本地居民的天堂，很少有外地游客造访这里。夏威夷居民爱在这儿钓鱼、游泳、冲浪，海边悬崖跳水，这里充满了很高的危险性，时常会有巨浪来袭。这里是欣赏惊涛拍岸以及悬崖跳水的绝佳场地。恐龙湾位于钻石头山的东侧，山脊远看像是八爪的恐龙。恐龙湾水浅浪小，风景秀丽，还有各种珊瑚礁和热带雨林，是夏威夷最理想的游泳及浮潜地之一。奥巴马总统常年带家人来此浮游，这里还有海洋教育中心，很适合亲子游。